Your safety is fastened to the seatbelt where the roof is moving.看一眼吗？我不敢。小心。
都腰闪油了，我感觉我往上靠。妈妈，这是从孩子那个门的起点。你太慢了，你。咱俩现在开始，一跑到这个开始。妈妈呢？让我听。到这儿，哥哥看。这儿，哥哥。小宝啊。喊他累了，一喊就小了，累了就小了。对，对，啊。它那个种子好软点点。啊！啊！啊！它等它。一站，一共12个站。后面这里就有。Thank you.
来，你好，各位网友们，欢迎收看《七秒城》，欢迎收看《七秒城》。我们七秒城的老家开发商邓子师傅不要忘了啊！各位网友们，欢迎收看《七秒城》啊！来，各位网友们，好，北纬八步有山，这是最难的。视频拍摄，一定要记得跟小猴子摄像头打招呼。因为领队几个人开队走了。索桥终点有点事。
现场票不想补的话，你就上山顶去逛一圈。哦，对对对，或者说你们想玩这个雨林车夜的，你可以跟我说，不知道在哪里，我告诉你怎么过去啊，好吧？小孩子多高？是。那不用买票，不到一米二不用买票，可以走啊，只要不是装在肚子里面生出来的都能走的，抱的都能走啊。雨林飞跃可以吗？雨林飞跃可以啊。就我刚抱的那个小孩也可以走吗？雨林飞跃是雨林飞飘。飞飘可以，小孩不行，那个不到九十公分不行。他可以是吧？对，他可以，小孩子不到九十公分是不行的。玻璃桥就玻璃栈道，就是这是雨林飞镖的起点吗？对对对对，我到从这出来以后就掉不下去，下对对对对，然后我妈她又掉不下去，对对对对，我们在下面会喝酒，对对对，是的，好，明白了，啊，走吧，走吧，哎，不等我啊，好吧，大过年了。拿股票，想股票想玩就是股就行了啊，这玻璃桥小朋友不到一米二不用买票啊。我们即将要到的是这个电影，他们当时拍的那个房子，但是呢，那里面你们手机相机可以直接拍啊，其实我比较亮的啊，但是呢，里面呢也有给你们一个小时多呢，你们自己可以随意拍，但是呢，不要跟他说是我说的，知道没有？啊，要不等一下会揍我啊！啊，这边。几位都是套票的吗？口罩戴好啊，里面人多。
来的人特别多，十多年、九年前都来过，中间来过两次。我刚买的肉，正在烧一点点。下午人多。那你们给出烟气儿，对的吗？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来，那你看这儿有啥？来，小红的。姐们。那个大伯是那大楼。
雷电、大雾、大雨、五级风以上等天气，暂停或停止用的索桥。十，索桥正常通行。欢迎光临。好，让人家先过，让人家先过。
请抬头看小猴子摄像头打个招呼。肯定需要存在的。所以哟。
刚才那个，刚才那个胖子今天还能够，还能够那个磨一下。没掉，但是他那个他那个彩光估计已经被压的扁扁了，所以说没有那种。高空项目十二个那个嘛，那个呢，在就到凤凰还可以上来。那那两个这俩项目，先玩哪个比较合适？索道。先玩索道，然后再玩飞镖。对。
看到了。Yeah.